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冰淇淋老师，今天要来发挥创意玩橡皮筋。今天我们要将橡皮筋变成双星哦。双星就是有两个星星，我们要将橡皮筋变成中间一个星星，外面一个星星，这样两个星星一起出现的图案哦。首先，我们将橡皮筋套入食指和大拇哥，接着就像做飞镖一样，穿出，拉出来，转一圈，放在小妞妞，三角形出现了。我们将左边这条橡皮筋往下拉，穿出左边的洞，勾起食指左边的线，穿出大拇哥，变成飞镖。然后先变成一颗星星，我们将中指穿出小妞妞的洞，拉出下面的线，变成星星，一颗星星完成。接着我们要来做第二颗星星哦。我们要怎么将第二颗星星变出来呢？首先将小妞妞和大拇哥放掉，将食指这里的洞穿进去大拇哥，穿进去，好，放掉。中指的洞穿进去小妞妞，变成这样，可以跟上吗？接下来会越来越难哦，越来越复杂了。这里有一个三角形，我们将右手的食指和中指勾起上面这条线，勾起这条线，往下拉，转一圈，变成这样。接下来有点复杂，仔细听哦。中指勾起小妞妞下面这条线，勾起来。食指勾起大拇哥下面这条线，勾起来。下面长这样子了。接下来我们要用到大拇哥，大拇哥将中间这条线，有没有看到最下面中间这条线，把它拉开来，拉开来，拉开来，然后食指和中指往下拉，接着放掉你的大拇哥，撑开，有没有看到两个星星啊？中间和外面各一个星星。好，我们来数数看，外面的星星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五个角；里面的星星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五个角。所以这是双星，完成啦！小朋友，你们觉得这个图案还像是什么呢？橡皮筋又还可以变成哪些图案呢？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啦，我是冰淇淋老师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